通常我只要超过30秒到40秒，等到红绿灯，不管快车上车，一定熄火。稍微刹车蛮清楚，如果要小心。
就真的一台大车，一台小的。搬电那个引擎秀开关，加那个后灯、刹车灯跟前尾灯，比较安全。然后发动也是直接电门点一下就可以直接走。感谢大家的提醒，我忘记引擎开关了。